检查作业，我好像发现了上一期扫堂腿干法的同门绝技——上挑棍法。学台球，上新锐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范教练。很多球友都说，一打反脚球啊，心里就没底啊，老虚。像刚才这个学员的这个击球动作啊，只是为了把球打进，但是一旦是上杆法啊，控力度，这球就很难了。错误一是手架。不合理的手架选择导致了他的球杆坡度太大。错误二在于出杆，他的出杆上挑啊，会很难打准白球的中心点。这一期的线上作业抽查，我们就来说一说反脚球的练习方法。就像大家看到的，反脚球一般都是看不到带口的，所以这个需要更精确的瞄准和更高的出杆质量。老方法，定点练习，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力度，不同的杆法，逐渐的去提高你的进球成功率，还有走位的到位率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另一位线上学员平时练习反脚球的视频作业。出杆平顺稳定，要保持这样的练习。下课。